喂，留多一阵呢。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ifer.R。咁今日咧，我就会教大家用翻我平时化妆嗰啲技巧啦，然之后 add 个主题入去，咁大家就可以一起入睇我化妆片啦，耶！其實呢，我就在 North Point 的 King's Road 那裡就讀這個 Secondary School 了，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的 LA 口音都會不斷飆出來。事不宜遲，我們講一下我們今天的 Makeup 會有什麼 Project。 首先呢，我會用這一支 Long Hours Foundation。 接下來我的 Hand 那裡給大家看看這個Product color 啦，咁我而家就接緊個 base 俾大家睇啦。個 base 咧就好 smooth 啦，上到個 face 嗰度咧就會將啲 pores blur 曬咁樣。嗱，我而家俾大家睇個 difference。即雖然呢一條係 makeup 片，但我都想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嘅 sponsor 嘅。如果唔係咁，我就冇錢收啦。I love money。你以為我著到咁靚係俾你間女 fans 睇啊？其實我條片都好多麻甩佬睇噶。好 feel 啫嘛！你睇我幾有愛心，我幾得意睇佢。行開啦！其實廿幾年嚟我都冇拉過筋嘅，為咗話俾大家聽，我係一個幾咁 healthy 嘅 KOL， 我而家就攬住張 yoga mat 去做 exercise 咯。好啦，今日咧我就請咗個九五八八嘅 friend 一齊上嚟化妝啦。其實我一啲都唔好縮佢嘅，我攬 friend 嘅啫，扮咗朋友嘅啫。劉多 ，hello。咁今日咧，你直接幫我化妝啦。雖然我知道你完全唔識化妝，亦都幫我化得好醜樣。你真係時間唔點會慘啊？呢個咩嚟嘅？其實，你攞緊眼影化落我塊面度啊，白糖。得得，無理嘅事啦，就到你化到咁醜樣。咁而家咧搽埋胭脂就可以完成我哋今日嘅妆容噶啦。如果大家平时想扮鬼咧，都可以学下呢个妆噶。系咪好好睇啊？我知道大家好中意睇嘅。好啦，去到條片最後咧，我都多謝大家睇我啲片啊！請大家 subscribe 同埋 like 我啲片啊！咁我就會多啲錢啊！之後心心輕笑呢個動作好核突，但我都會做。Love you。埋啲，豬啲。我個樣都好衰啊！仆街。